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很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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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米四，你们成功过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就一米五。我挑战你们一米四，我挑战你们一米四。哇塞！给位30+9的人打个样。对，好的，你要跳到外面去，胸口是不是就归零？<笑>那就叫归零高，归零，归零，准备，加油！请蓝队派出出战的队员，。我想看看你们 O 不 OK。那我觉得杜江先来吧，我先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一米三，这样，杜江，踩着我的脚来，起灯器、啊，起灯器，人肉起灯器。杜江，你健过身了，你别把李哥的脚一下给踩折了。没错，这脚还可以。赢了！一看这速度就赢了，肯定可以。哎呀，冲锋进！冲锋进！没关系。还有这样的事情？还有这样的事情？球门进！你为什么那么大的球门踢不进去？哇！哎呀，拜拜！又这样卡住了吗？三还太难了，你看他回都回不来。杜江来，走。哎，作为同寝室的人，不是应该跟我们分在一起吗？他们三个是同班同学。哎。什么鬼？我怎么会帮你呢？这是什么同学？杜江挑战失败。蓝队下一位挑战的李老师，哎，我就一米四吧，加油加油！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加油！李老师，好快！Go！